今日来到这个大岭山吼，啊，拄有这个好机缘，啊，本来雨量真大，啊，即马呾呾雨咧开哦，甲滴咧滴咧，啊，咱找一个较清净这个所在吼，啊，来请到咱观音佛祖的慈悲吼，爱当互我直接讲课，啊，倒转来咱台湾吼来制作片，啊，互咱大家啊来分享安尼吼，现准时啊，咱就来开始。心有一点灵性，归咱转予伊清。咱有这条灵魂的天界，使咱清净心落来。有咱这条灵魂的指示，咱会当参加清净的顺天呀。无形是现世的正性，咱拢是天的使命。降伫咱的心这条元灵，现世界咱只有行向先天这个宝器。我有顺着清净家己，修炼真法这条灵魂，来到这点气清净的心啦。有咱这条现世的天理，转互伊顺家，这么清气。是咱开发先天的本性，寻落来这么顺的天灵，这是老母娘娘啊，伊的灵气，献开着这个天性。无形是天界，使咱归灵是心灵。有咱现世的灵气，老母也甲咱讲。顺乎伊清净，咱的心啊安宁啊。这世间咱只有安心，无一物啊。今仔我咧讲的是清净的气，通着老母娘啊，伊的灵性、灵性的光明啊。一条会清净的气息，咱才有心中道家这个指令啊。现世界，咱只有照顾心，锻炼咱这根气呀，可以清出先天的性。真理是天灵来，陪咱母娘穿越境。这点灵气是天性，奉着母娘回灵。真法是天灵的气性。爱咱定法先天的本性，有咱这条灵魂的见证，咱才有顺家阿母啊这条精神。这拢是现世界咱的心的照义，嘛是咱母娘啊降落咱的心头。咱爱有真稳定这世人，来回到真源这条灵魂啊。真理是应如性，先天是上天理，陪咱有阮这条灵气，这是咱母娘啊伊的灵性，嘛是咱予人净出着你这尊神。我爱是现世，伫咱这世，我才有这么稳的灵气。世间讲灵会清。咱的心会顺啦，有咱这条青天的本性，咱拢是顺着天顶自然的法门，心所放开，咱的无形这条灵性，这是咱母娘啊，伊的灵气，关伫咱家己的心头，咱才会当有这条清净的天性。打开着咱在世间个人的心定啊！真理是令天心，转咱回来现世用，是咱无形通。母啊，爱予咱无阻无挡，无忧无愁，无郁无闷，安尼咱才有家己的心，行向着咱无。这条灵性，这个无当然是大自然所有的幻想啦。今仔我要讲是顺咱心内，
阿母也给咱这个资料，这个信息呀、啊，通着咱今嘛这个大自然的神的光啊。这个天地拢是新的古变，我才有这么稳定这个天界，来沟通着无形这个元神啊。这个天意爱咱顺甲真正，咱才有老母娘娘伊个元神啊。伫咱有真稳这个天界，会济种啊，咱这个神。今仔我有照着母娘的神，传着诸佛众神啊的神命，我才有这条现世的天性沟通。就咱这条心意呀、啊，天元拢是降临。我有老母娘娘伊的气通心啊，这世人我只会当运用我现主时的善良，这种良心啊。这个天心只有代表先天的武器，降伫咱这条灵命。咱有神、有道、有儒，这个三合一教啊。今仔我走向先天的法界，要来讲着无形，净出着新鲜活佛的灵界。真理是现天界，道灵是正神来，未来清净是天意，悟出正法是天性。一点灵气开天界，陪咱母娘啊升天来。这点灵气拢是天性，拍通清界咱的本性。无形伊的灵性，只有转回清咱的心，伫咱这条会顺的气神，咱才会当向天顺咱的母性。这点灵魂拢是天界。恢复着咱的本源路线，真源应来出天命，观音道家观天神，一条灵气现出神，拍通清界才会作用。是咱元始现天界，西方母娘青天来，观音大法天灵神。降临洪灾出天命，一条灵气现得在，观音定法先天界，灵魂要照灵气，我观音度化先天命，一点灵气现世界，普照青天转天台，灵魂有咱无牛意。教化定咱落灵气呀，是咱顺着通灵这个天性，嘛是咱家己受着转这个天命。我爱是一点气通咱的心，我爱顺甲无形渐静。这个天意只有一条神，观音菩萨。伊咧讲的是清咱家己的心，咱有这条原始的灵性，转过着相共这个天命，是咱顺家的灵气。今仔接到观音菩萨的心情啊，拢是法界这么顺利，菩萨大师啊，才会当这么顺性，观音大士这个天界。现甲咱的清净，顺咱的心啊，有明。这个天拢是天界，观音是看咱的心内。我爱是恢复正灵，这个天理啊，是咱一点灵光拍会开，咱才有母娘啊，这么顺的接引。今仔我受到正法的传承。来到观音大师这个灵脉，
这个是咱天然的灵性，要会这种咱通灵，这个灵山法门，拢是咱的灵魂要倒转来本性，坐较清净，咱的心灵，原始是天意，道灵拢是教咱的心。我有在世的灵气，听向先天，咱的无性，我啊本来伊就无相，无物无质。所以今日我只有用母娘的灵光，伊的灵气，直接传灵出神，代表着先天这种灵感，恢复着咱的心啊，增加咱的进步。管个底啊，是我爱有真稳这个天界，听向着正法，这个无性啊，一条灵气开天来，道灵见母先天界，灵元老照灵气，看现在处咱的心，母啊爱咱用心，心啊这条灵气。来研究咱现主持的灵山脉。今仔日咱倒转来观音佛祖这雕山，会当予咱的灵台，会当予咱的灵山，会当坐位啊！这拢是找着咱的灵山源。母娘嘛，伊爱咱安尼定家己，咱的心才会当清气，一条顺甲头。咱的天性只有兑现咱个人的心情。今仔我爱拢是天意赐的，这个母啊，伊爱予咱行，行出着咱个人这条路线。这个天意只有安排咯。啊，我爱拢是清净的天性，嘛是老母娘娘伊的天命。老母当然是西华金表啦，所以讲我会当用着上界清净的安咱家己的心佛，安尼我才会当讲通甲元素这个天性啊，拢是净土这个国度，我再来讲甲有无形这灵性，咱爱拢是菩萨大师众神呐来护心。是咱会当顺着这点灵气，有无这形体？今仔日我照着无形，入伫我即马这个有形，这个肉体，我才会当将着我现主持的意思来表态。咱老母娘娘伊来甲遮相对，甲咱观音菩萨会坐啊，这是一种整合。嘛是无形界啊！伊咧讲诶，咱拢是同教门诶，上苍伊即点性是要来请用着咱个人诶心思。我爱拢是先天诶本性，本来拢是无形、无相、无情，所以讲我爱有遮尼稳诶天界，是金宝娘娘嘛，带予我自在。我爱拢是天意一动的灵性，今仔我只有代表咱母娘伊的先天法界，来到着咱大岭山，咱这个观音殿，观音佛祖伊这个灵脉，今仔我照着先天的法界，接引着个人会知影，传送咱个人爱听。爱集情书的，咱才有这条通灵的法性，是咱安定先天性，咱才有老母这么精的法性，一点灵光现出神，咱才有母娘啊这么顺的心，度着咱这点灵魂，我只有家己的顺，今咱只有顺由。通天合地，甲我个人的心嘛会稳定。我走无形界通灵这种接应，先天
只有一股气，神只有咱家己的心会通。今仔日我照着现世的天性，合作伙咱的通灵，一股气呀，咱会当应无缘。众神呐，会当予我这么清楚，是我这世人啊，受到母娘啊，甲我栽培，甲我牵绳，甲我训练。这条则是咱天元一点气，你请假就无牛啊！这个先天的清净气念念，今咱这个心就老母的元精，送予咱出家这个精气，入伫虚空才会成尊。我爱拢是通天的法界，高高向天呀、来表态。今仔我表示。就是一种思维。今仔我教化，就是要甲拍破。咱人的心袂歹，所以讲我这个是神的出窍，唔是咱人的妄念。所以讲我用着净化这个天界，散开着母娘这个自在，合作伙咱一条灵修这个法门，我会当顺着。正统的天界，甲这个心灵啊合一齐，这才是我通天的灵性，要代表西王金庙这尊神来表现。是咱这点灵气在世间，咱要组成一个会。今仔我才有老母娘娘民间信仰，咱所有的文化会当清甲咱的心。甲神做伙，这是老母娘啊，伊的传承，嘛是要来继承咱母娘伟大的精神，伊会当予咱这个万物，拢会当伫遮照着循环律这个规矩。所以讲，我在这世人会当讲真荣幸，受着母娘啊，甲我看有重，啊，我才甲这个孙啊孙子。来共同开发着咱武吉天山灵源金庙会，伫咱真有缘，伫咱中国大陆，伫广东省，咱这个会所，哦，就是咱尊尊啊，这师姐，啊，搁咧甲咱这个张耀润啊，这个会当讲是执行长甲处长啦吼，啊，甲咱的总监，啊，咱蔡金良吼，啊，因伫遮。会当讲有这个兴奋的吼，啊有缘的，啊共持，啊就咱这机会，会当予伊搁较推展，搁较发扬，咱母娘这种教化，予咱每一个人行着咱的心啊，会当善能善知安尼啊，所以讲这是足好的机会，地主即届奉命来伫咱这个三省，就是湖北省、江西省。广东省来向着咱这个佛的、这个佛祖的因缘，在咱各省份、在咱各山头、各庙寺，会当来拍着咱今物这个片，会当予大家啊有心的、有心要研究的啊来分享。正天拢是天意，奉了母娘这条心，我只有向咱心内。个人会当承受的，拢是天缘天性，是咱顺驾稳定这条天缘，咱才有母娘啊这尊心灵。当然，这次由咱的理事长陈天华、洪天、黄义雅，啊，甲咱副理事长蔡元，甲咱公关大主任咱黄卡良，啊，甲秀学王成德，啊，共同来取得。咱所有要爱的这资源资料，会当予大家欣赏。敬天顺了现世缘，转咱清各入天缘，灵魂老照无异，高高行向先天咱的灵气。一条真稳，这个天性，拢是金宝伊的清净。我有这条灵魂的灵气，来到这么顺的灵脉。今仔日是观音大士献着清净这条灵性，供咱大慈这。
这条天命啊，拢是母娘伊要回济者，咱才有这呢稳的天界。无形甲咱的有形还袂活啊，是这个天理甲咱即马这个地理，会当配合着咱人的心理，拢是会当顺着彼道。现伫咱清净这点气，咱拢是共同一个心。这个心法当然是无助啦，无所求的。所以讲，我爱是先天的法性。在咱这世人，咱就会当入净境，这就是讲新鲜的外境，是咱这么顺的天意。个人受到母娘啊，这么顺的指示，我爱是顺之外这条灵性，共同回报这条精神。母娘爱我出家，当然啦，我会当伫这个真适合这个所在来教化咱现主时这无形性的，拢是这么顺。今日我才会当徛伫遮，向着咱的天地，向着咱所有的万物，就是咱人，回到咱这么稳的天性，咱只有来讲到原始的天命。在咱天人地啊，会当合作伙，这是咱三界，嘛是咱三观大地，显甲这么清的顺序。今日天官是智慧大地，地官是清气大地。咱今日咧讲下元水啊，就是咱今嘛咧讲动音大地，伊会当予我这么顺序。今日会当讲真清的天，嘛会当讲落雨的水。卖当讲这么好，咱所有的这树人，拢是会当接到咱这个三界的灵气。今仔早我这个灵会当一直顺平定平静，发挥着母牛的这种功能、这种法门、这种法性，在咱过着清净的天意，咱只有打通个人的脑海，拢是咱个人这个上个体。嘛是咱个人的神，这种记忆盘、记忆卡，啊，我才会当学会先天这个自然的法门，都本来就自然啦。所以讲，我用着自然这个心意，来代表着咱老母娘娘出现伫这个无形界，甲咱大家见面，会当有这条灵天的灵性，我相信大家拢会拜神。大家拢真尊敬咱母娘嘛，因为母娘疼囝，母娘关怀咱的疼，咱的囝。伫咱有真侪进入着修持，咱这个量甲方，就是讲咱的善知识啦。你所有捌的，你所有照着咱做人的规矩，你有进入着修持这个法门。所以讲，我会当用着这么清净一股气。来向着这个天，向着这个地，向着咱所有的众生，回到咱老母这条灵性，嘛感谢着咱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，咱知影讲伊是正法明如来佛祖，但是伊是道大诸旁，佛祖是如如不动，当然伊喺道大诸旁降级，伊才做菩萨。台湾话讲叫做大师啦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讲，过来救人，过来教化咱人。所以讲是安尼，这个因果。今仔日咱观世音，我甲称呼是菩萨，嘛是咱讲观音大士。现伫这个灵山脉，这个灵气真强，这个灵山有无？伊会当显出着伊一脉一脉、一山一山有无？伊所有食的这种清气呀。哦，这种灵会当助咱灵这种气的心力啦，啊，甲福德，正天有正天性，奉了母娘照天命，一条灵气现一清，顺咱开发这尊心灵。啊，今日同影师吼，就是咱广东省啦吼，嘛拢咱这个总干事啦，我都尊吼，啊师姐，啊伊一路吼啊陪伴阮。
啊，佮甲阮带入来这个名山圣地，这个好所在啊吼，啊，佮甲阮服务，啊嘛感谢咱蔡元英先生哩，啊，这次吼，啊，咱会当来向着这三个省份，啊，来找着咱佛陀，啊，所有周转的啊，这资料啊吼，啊，摕当来做一个记录片，啊，向大家来分享，讲了无好，大家观众好，谢谢。